特别来独立书店来宣示我们对于这样子一个书店文化的一个支持，相应于今天碰到了台南的正大书城即将可能面临歇业的一个难关，也相对于我们很多公共图书馆面临有一些借书人借书不还，总共21000册这样的一个社会现象，我们特别需要来支持我们独立书店。好，那不管是担任的一日店长或者是担任消费者，我们其实都希望能够支撑这样的一个文化形态。尤其你说正大书城是在台南市区，但是我们现在在新营小镇，所以说更需要大家的支持。我们希望我们独立书店的火我们要不要熄掉，那所相应的一个文化现象也必须要得到重视，因此呢我们特别特别的支持。那也希望大家一起来买书，大家一起爱看书，与其看一些这个，我们更希望能够买书爱书那维持我们文化的进展，毕竟台南是文化古都，怎么能够让文化的火种熄掉，希望大家一起来。好，谢谢。